关注真相，一问到底。您是不是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呢？刚刚和朋友聊起了健身计划，转眼间网购平台就开始给您推荐各种健身用品。刚刚和家里人商量晚饭咱们要不要吃火锅呀，瞬间各个手机 APP 都开始给您频繁地推荐火锅餐厅、火锅食材，甚至还有锅具。那这些 APP 如何知道我们的需求？难道是我们被手机监听了吗？这个手机啊，有一些这个信息泄露啊，这个情况是不是比较多？比如说咱们在聊天的时候，说到一个话题，它就会推送一些这些广告。对对对对，不知道您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经常遇到，感觉没有怎么遇到过吧？有，遇到过。就比如说我跟朋友聊天，比如说我喜欢这个东西，然后你就发现手机上就给你推送这方面的产品。原来也是没太注意，也是朋友提醒的，说好像为什么我们一说买什么，他就会推送这么些东西呢？就发现还是有这种泄密啊，或者怎么样，还是有。也有，就是你经过一个什么地点的时候，他可能会给你推送类似的广告，所以他你就知道他肯定是已经定位到你的一个信息路线，然后他就会给你推送相当的广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监听，但是我总觉得这个你的数据肯定全部都被别人给，这种是肯定有监测的。你看到过次数多吗？还好，很多的。经常有，觉得没有接收到那么频繁，所以可能从影响生活的角度还不至于。但是说，如果国家在这个事情上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律或者是措施去禁止这样的行为的话，我觉得肯定未来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你想不想知道它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想，就也挺好奇的。我有啊，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是通过什么渠道。你就是，其实你如果说你翻网页看这个，我觉得还有可能，因为它有很多，它需要通过那个什么哈，可以痕迹对有。但是，如果说朋友聊天就有这个的话，我是觉得我很好奇。的确，当你有任何需求说出口，手机 APP 都会第一时间知道，而且进行精准的推送。难道我们说的话真的都被手机偷听了吗？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在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下相关协会成立的 APP 治理工作组。那么专家能替我们揭开这个秘密吗？技术专家首先通过一款由他们开发的模拟 APP 偷听测试程序，向我们演示了从技术上 APP 究竟是否能够进行偷听，以及如果进行偷听可能会出现哪些情形。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测试的环节。那我们假如这样发一个语音，当手松开了以后呢，这个录音事实上还在继续，那这个提示呢，事实上我们还可以把它去掉。那测试整个这个过程呢是2分钟。两分钟后，我们可以看到在测试程序中生成了一条时长为120秒的语音。技术人员将语音数据导出后，经过核对，证实了当测试程序置于前台运行时，偷听是可以实现的。此外，经过对比实验，技术人员告诉我们，在测试程序退至后台或者在手机处于锁屏的情况下，录音依然可以持续进行一段时间，但都会自行终止。只是不同的手机操作系统，锁屏下持续录音的时长略有不同。实验显示，手机 APP 真的能够偷听用户的对话，但是在技术上可以实现的偷听手段，实际应用当中是否已经被市面上的 APP 滥用？工作组专家介绍，偷拍偷录虽然在技术上可以实现，但是这种方式成本高昂，效率低下，而且存在高昂的法律风险。对，麦克风使用的实时的提示，我们叫摄录指示器，也就是说，当你要调用这个麦克风的时候，有一个状态栏，有一个。按照专家所说，因为成本高、效率低、法律风险又大，所以在技术层面可以实现的手机 APP 偷听，实际生活当中却是很难被应用的。那既然没有被偷听 ，APP 又为什么可以针对用户的需求进行精准的个性化推荐呢？一个 APP， 我们说它可以把一个用户做360度的画像，这个画像我相信它是一个常年积累的结果，这是第一。第二是多个渠道汇聚的结果。据专家介绍，画像的准确性主要是通过对我们的购买记录、浏览记录、搜索记录，甚至是下载过的应用程序清单等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最终得以实现。为什么说有时候你会感觉被偷听呢？提供大数据的这个来源，它不是当前的这个 APP， 它可能是其他 APP 你去做过一些操作，它会把相应的信息汇总到一起，它可能还会关联你的好友，关联你同一个区域内的人员，
然后他们有的一些动作，他也可能会成为他推送广告的一个方向。即使是原本不属于个人信息的数据，在大量汇聚了之后，也能挖掘出事物之间不为人知的联系。这就是手机 APP 能够实现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送的原因。要提示大家，保护个人信息，我们最实际的做法就是可以在手机操作系统的权限设置里找到麦克风权限，检查目前有哪些 APP 被授权使用麦克风，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对一些您不想让它使用麦克风的 APP 关闭授权。